前面我们介绍了几种就是常见的哈植物类的天然药毒，我们这边再介绍几个动物的。动物里头一个是斑毛，啊，这南方大斑毛、小斑毛的这个斑照的一个虫体，可能有些同学看了这挺眼熟哈。那斑毛里头的主要成分是斑毛素，这个在也是常用的一个中药，治疗腰腿痛啊、风湿痛啊哈。这个热疮啊，现在也有用来治疗肿瘤的，有误用的，或者是有过量的。这曾经也有一个案子，就是什么，因为在这个有几个人，马上冬至要到了，冬天来了，好冷啊哈，冷了吃什么？吃羊肉，吃狗肉是吧？那么就有人什么，有几个小伙子闲得无聊想吃狗肉了，就把别人家狗打来吃了。把它吃了以后的话呢，人家就是我们家疯狗，你看吃了你要得狂犬病的哈。几个就吓到了。那么它在民间有一种说法哈，有一个就是偏方，就说的是这个斑毛素可以治疗这个狂犬病，所以就到中药铺子里去买了一斤，这玩意儿弄来哈，熬来吃，结果几个都死了，都是。实际上这个斑毛素是什么呀？它也是对这个肾脏是损害是非常厉害的啊，你吃了，所以说那个出血，你看嘛，狗崽子打下来了啊，就不得狂犬病。有些实际上是一些误用啊，民间有很多说法。那么这个斑毛的毒性也是比较大的，也属于中药管制的一个品种哈。中毒量你看0.6克，致死量1.5克，你想这个虫体1.5克有多少啊？斑毛素的话哈，致死量真正纯的斑毛素的话10到60克毫克，那看出什么来了？实际上它毒性真正你把它提纯呢，比什么，比你纯的氰化物毒性都还大，是不是？那么它有个特点，中毒的话就是这个发泡啊，这皮肤面接触的部位会红，出现红斑啊、水泡、溃疡这些的，肾脏有损害，出现尿频、尿痛、尿血啊这些。这个斑毛素的这个结构跟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些生物碱类的化合物哈、啊，或者是强心苷啊，或者是马兜铃酸，完全性质是结构性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什么？这个斑毛酸苷是个内酸苷啊，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是个内酸苷。那么它在什么遇到碱的时候，这个酸苷就可以什么开环啊，那么遇到酸的时候它就可以闭环，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性质。实际上利用这个性质，我们可以什么，用它来净化。它在成酸苷的情况下怎么样，相对来讲容易什么，有机溶剂。但是我给它加碱进去了，成了斑毛酸钠了，这两个地方成钠盐了，怎么样，极性大大增加，易溶于水了，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性质来净化？那么还有一个性质是什么，它有升华，这个升华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哈。那么也可以，凡是有升华性质的这类化合物，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性质怎么样，假如说我现在提取了很多出来，这残渣在这里面，但是里头杂质太多了，我可以怎么样，它有升华作用。那大部分你说什么蛋白质啦、油啊这些，我加过它怎么样，哎，它不会升华，但是这个也会升华，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性质怎么样来净化，对吧？我把这样品，比如说在袋玻片、在什么容器里头，上面躺一个东西加热，然后冷却，把斑毛素分离出来。
既然它可以升华，也就说明什么？我们用什么方法很好做的仪器方法？气象啊，气质啊，又稍微一加热，它就变成气体了，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讲做这个的话，你也就不用考虑什么用什么液相了哈，液势了，直接就是用气象，用气质的效果就很方便。那还有一种动物毒性比较大的是河豚，哎，你说这东西好吃啊，美味啊，是吧？但是美味是没错，里面的这个河豚毒素，如果你不处理干净的话，那就是毒药，毒性是非常大的。它本身 也有做药物，而且它的这个也在一些医学上啊、基础实验里头，它做了一种试剂。它里头像里头的主要像这些河豚的这些肝啊这些的话哈，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很容易导致中毒，而且毒性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当然了，你像在这儿啊，你说在四川，你就不用想哈，你在成都河豚毒素，河豚长啥样我也没见过，吃野味也吃不到那儿去。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区域性是比较强的。你如果说在沿海或者长江流域的，你比较来的人在那儿，它有可能。而且这个的话，肯定从案情了解上来讲，应该是比较容易发现的哈。但很多是意外比较多的。这个是河豚毒素的结构，这个结构大家也看得出来，跟前面结构，长得都不太一样，像个什么呀？像笼子一样哈，还是个笼形的结构。而且它的结构比较特殊，这个地方都是饱和的，那么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阴离子阳离子都有，实际上是个两性的离子，那么比较容易酸水液，就是它的那个极性大小也是属于那种大大不小的。所以你要说你看它在微溶于水啊，水里面好像也不太溶，乙醇，那乙醚里头大部分有机溶剂里头你也不太好溶，实际上这个就给怎么样，给我们提取带来很大的难度，很大的难度。那么从检测的角度上也是，你从这个结构来看，因为没有什么吸收，那我用高效做也不那么方便，用气象做的话，真的这个分子结构它也不是很容易气化的。所以过去用气质做的话，只能什么，只有把它水解了，得到这么一个东西，在气质上做这个啊，就这样一个化合物。过去因为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通常就是什么，很多是用动物实验，因为它很少一点量，动物的反应是很敏感的，所以很多用动物实验。当然现在如果有液质了的话，做这个的话就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了。那怎么样，在动物里头还有一个东西，这个这什么了，蟾蜍，俗名癞蛤蟆。这个蟾蜍，中华大蟾蜍，听到蟾蜍后面蟾蜍是什么，就是这个蟾蜍耳后腺皮下腺分泌的白色浆液干燥。中华大蟾蜍知道是谁发现的不？反正肯定不是我发现的。中华大蟾蜍就是现在四川大学了，倒转去就叫华西科大学，再倒转去是什么？四川医学院啊，最早的时候第一任院长刘承昭，动物学家，他发现的啊。这个就是蟾蜍啊，它这个分泌物干了以后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里头它的毒性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了强心肝，植物里头的强心肝，实际上它的这个化合物和药理作用跟这个强心肝是差不多的。刚才
有两个有语言，有六言，六言的就是什么禅斋酸心内之行的，这里面也就是禅斋酸之酸心内之行的这个强心肝元神的这个延伸物禅毒素啊，这个也是中药。那么它的实际上毒性也是很多，更多情况下中毒主要是用药过量和意外，这个大家了解一下，这也是剧毒中草药的一个管制品种。管制品种你可以看出它这中毒症状的话也是主要是以一些心血管系统的哈，有很明显的症状，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失解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些心脏的症状是比较明显的。有可能人家中毒死了，你如果说一点不去了解案情，告诉人家心脏病，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案情一定要了解，因为像这些你不具体去提出来去检验的话，哈，按照一般的筛查是做不到那儿去，哈，做不到那儿去。那么它里头的话，哈，它是这个强心肝炎与心二酰精氨酸形成的支类化合物，但是与我们植物的强心肝不同在哪里？就是在这个蚕丝加速过加工过程中，这个溶于水解，实际上它那一部分糖那一部分就掉了，只剩这个强心肝炎这一部分，也就是蚕毒的配基这样一个结构。那相对于强心肝来讲，从化学性质上来讲，它的糖这一部分掉了以后有什么变化？首先这个分子小了很多了，对吧，少了一块了。那么再一个的话，糖掉了以后急性降低了，对不对？所以说它的话叫强心肝的话来讲的话，它在有机溶剂里头就更容易用，就是我们可以用氯仿啊这些的来提取哈。所以一般来讲从这个结构气象也能出来啊，体质高效，因为这个地方有吸收的哈，高效夜市那就都可以做了。就我们就是介绍几种和有代表性的植物和动物。那下面对天然毒物来讲常用的检验方法有哪些？一般来讲检验的话，检材处理，在取材上我们除了常规的取材，比如说血样尿啊、特定的阳物，还有一般的现场的一些可疑物以外，就是对天然毒物尤其要注意收集什么呢？具有这个天然物质形态特征的检材，比如说我有煎的这个中草药，或者熬过的药渣、泡过的药渣，啊，在食物啊、温泉物的呕吐物中一些可疑的植物的这些残肢碎片，这个要注意啊，要注意。第二个的话，要收集什么与案情相关的中草药和动植物的照片？为什么？因为前面我说了，比如像乌头，品种非常非常的多，不同的品种，它里头的成分实际上是不完全一样的。如果我用我们对照品，很难买。你比如说你乌头类的生物碱，我可能我就只有什么乌头碱。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品种它刚好没有乌头碱，是不是对不上？对不对？所以说尽可能要有它的这个对照品，还要注意起一些特殊的检查，你要了解一些处方啊、偏方。那么检查处理的时候，因为这一类的毒物检查比较复杂啊，做一般来讲都要有一定针对性的，所以前面预示筛查也是比较重要的。如果预示的话，你比如说我可以用一些什么新鲜的食物啊，哈，做动物实验呐、啊，或者是这些植物这些做一个形态鉴定哈，有一些我们说提取出来的一些药剂比较单纯的，也可以用体外化学反应这些来做。那么这只是个预示，进一步我们必须什么？你要把东西提取出来，然后进行确定。提取进化，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做，采用什么方式，主要是要根据什么，一个是毒物的性质，急性、溶解性、酸碱性、稳定性、
挥发性，对吧？需不需要延生化？那么第二个要看剪裁的性质，均匀性怎么样？有些我们可以把剪裁里头明显不均匀的，可以怎么样分解出来，对吧？那么有些剪裁，比如说含蛋白比较多的，就特别要注意什么沉淀蛋白，像什么血呀、肝啊这些的，啊，可以通过有些萃取以后太脏，可以通过净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要考虑刚才我们说的天然毒物的毒性差别很大，毒物差别很大，毒性这个差别很大，也就意味着什么？就是在剪裁里头毒物的量差别可能很大。但是为了要保证我现在提取的样品能达到仪器或者检测的方法的这个灵敏度，你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什么？毒性很大的，里头量可能很少的，就要怎么样？相对提高取材量，对吧？多取点。还有，比如在浓缩的过程中，浓缩的体积要，定溶的体积要小一些，这些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考虑。那我们看一下滤试验和筛查试验，这个在前面的话廖老师肯定都已经介绍过了，什么叫滤试验，什么叫筛查试验。作为滤试验和筛查试验的目的是什么啊？方法有哪些？那作为天然毒物来讲，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进行滤试和筛查？比如像动物实验啊、形态学鉴定啊、植外光谱啊、化学反应啊、免疫法呀，这个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剪裁、不同的案情和选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滤试。你比如说动物实验啊，动物实验分为毒性实验啊、急性毒性实验和毒效实验。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到急性毒性实验？你比如说，哎，现在这个人给你到案了哈，家属说的，他你看嘛，由医院开了点中药，现在喝完了他就白掉了，肯定这个中药里头有毒，你要拿去检验吧。然后你什么症状你也没看到，你说的不要做这个中药没有毒，你说有什么？大家知道那个中药怎么样，经常是多少，给你开个十几味，熬得一堆，本来一味就够复杂的了，还十几味，这要你做什么？一会儿你费了很多的劲，也可能这个人的死亡他就是心脏病或者什么病，跟那个吃的中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是又费马达又费油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假如说他肾的有中药液，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动物实验，首先看看里头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剧毒。刚才你不说了，那里头好多都是剧毒吗？你弄一小老鼠，它吃了都不死了，没任何反应。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它一吃了就死了？对不对？可以先看看，排除一下。那么确实，哦，一看老鼠一灌胃灌进去，哦，我们得三五分钟，两腿一蹬，脚跟反张，哎，死了。那么至少什么说明确实这个中药里头是有剧毒物的，那么考再来考虑做什么。那从它的这个症状上，动物实验的话它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症状啊，有些你可能吃了，哎，三下两头一动，脚跟反张，刚才我们说了什么东西，强直性痉挛4D0很明显的一个特征。那么像乌头碱这种刚是什么，它有神经毒，最后它可能也会有抽动抽搐的哈。但是那个小白鼠吃了它有一个，因为什么，它神经麻痹，麻痹以后，哎，你看那小白鼠它有一个什么那个，它后肢好像没有力了，拖起拖起的一扭一扭的，就它不同的毒物它还是会重反应不一样。如果那都是安眠药吃了麻就睡大觉了，另外的一种可以，它可以通过动物实验来预示一下。比如说这个马钳子哈，
当然你如果明显你怀疑它，你也可以用青蛙，过去青蛙来做，青蛙做它比较明显，当你量很大，它两口一扔就是了，量比较合适，它可能没事，它一抽一抽的，嗯，两个腿是绷直，两手抱拳，那人死了跟它也差不多的，然后你一刺激它，它本来不动了，你一刺激它，它又开始抽，啊，它对这个光啊、声啊这些刺激很敏感的。但有一点，做动物实验，你不要拿着什么都做，前提条件，这个东西第一要聪明，一共就收到的，一共就上顿了一毫升的这个药液的挂机，你说我喂老鼠了，那后面你还做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你要再聪明。再一个，你都说放了多久了，那都生没了，你说那灌老鼠去，对吧？人吃了还要拉稀跑肚的呢，好，正好还死了呢，你就分不清楚了。所以这个要聪明，要新鲜。再一个就是操作上，你比如说很多情况下是动物实验最常用的方式是什么？是灌胃。那灌胃，那肯定是往胃里灌。你如果它灌肺里去了呢，它会怎么样？两下呛死了。所以这些一定要注意这些，因为操作不当导致的这个动物死亡。那么第二个，我们说天然毒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形态各异，因此我们可以利用什么，它的形态特征，从一些体外检材中去发现一些线索啊。这个一个是外观的性状鉴别，一个显微的这个形态鉴别，我们可以看它的形态各异。那么曾经有一个这个案子，就是有一个门卫哈，老头，那个老头呢，平常套的有药酒啊。另外有一个遇上一酒鬼，工厂的工人说的是：“哎呀，张大爷，好想喝酒，我把那酒拿来我喝点嘛。”那那个酒怎么能给你随便喝呀？是吧？他说我这药酒，哎呀，真能够喝点，没事没事。他说那你只能喝一小杯哈，不能喝多了哈。酒鬼就是酒鬼呢，听你这些喝起来都给喝了，结果就死了。死了当然要找那个门卫老头说话了，哎，你给他喝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那药酒别人给我的，我也不知道里头泡的什么，没有嘛，因为他有些药酒是你要弄一个蛇白里头，整不好那蛇还不起作用，早就泡过了，然后那壳给你在那儿，他那个是把里头东西去掉了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是他死了，这个药酒有没有？他只是虽然说喝干了，药瓶子里头还是有一些药渣，但是你不说我让他灌动物实验，灌没有了。药酒呢，它既然到了嘛，它总归有一点点渣渣。把这个药渣渣，既然是中药嘛，哈，拿着什么显微镜底下去看。你如果有植物，他能看植物，但这个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是那个毛松松的腿，像斑毛的那个腿，还有一些它那些，比如说那些，翅膀啊这些，它断了，那么可以看出来它是动物啊，而不是植物的。这个就可以从中去寻找一些线索，然后再结合它解剖，比如它喝了酒以后，它这个黏膜，刚才我们说它有特征的，是不是？发泡啊这些的红肿，这个也是一个剧毒的一个老头儿的话，他从游医买的那个中药，当然跟他说了这个喝了以后，喊他回去，哦，这个不是，这个喊他泡个药酒，他和他姐两个喝了以后，几分钟以后，赶着蛇麻出现头昏，甚至马上半小命死尽。他姐抢救过来，但他死了。那么也是像这种情况，从哪入手？一个从他症状，再一个他有药渣，但是从他的药渣里头哈，还有他没用过的，泡了一包，还有一包没泡，就从他药渣里发现什么？有川乌，有草乌，有马钱子，还有一个我们前面没有介绍的叫藜芦。藜芦也是个剧毒，它
它跟乌头差不多的，而且中毒的这个毒理作用也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这用的是这个藜芦的根，这根的话它是黑黑的，所以说叫什么？中药里头叫什么？因为它那个根根须须嘛，丝黑的，所以像那个干了以后像人头发一样，那叫人头发。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植物里头的几个剧头剧毒，他都放里头了，而且的话很明显是什么生的生品，它不是抛制过的啊。像这实际上就给你提供了线索了，对不对？像紫外光谱这种，这个的话你直接拿中药啥也看不出来，混合的。所以说它的话有，但是有些情况下，你比如说我们说了它有很多提取出来的一些什么临床药制剂，你比如说什么硫酸阿托品啊，氢溴酸东半胱碱啊，硝酸柿地林啊，那它可能注射器啊或者生理安排啊这些有一点点，我们可以用紫外看一看。其实用紫外的话，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我们遇事对方法的要求有一条是什么？尽量不损失剪裁或少损失剪裁，不消耗。我测紫外最大的好处，测完我接着用，是不是？它不具有破坏性质，所以你像这些拿来，哎，看看紫外有没有吸收，完了你还可以接着做噻。你比如说这些，像这个基本上它有紫外吸收的哈，而且它都有临床有这些，可能有很多，有很多是有临床有成品的，基本上。但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说有些有具有酸碱性的，它的这个酸碱性对它的光谱是有影响的哈。你比如说看这个勾纹碱。这实线是在酸性溶液里侧的紫外吸收，这虚线是在碱性水溶液里头。虽然形状长得差不多，因为我们平时在判断紫外光谱的时候，我们说了一方面是根据它的形状，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是什么？最大吸收波长。那么从这个两个来看，最大吸收波长在哪儿？这个得250左右，是吧？到了碱性条件下呢，快已经270了，最大波长向后移了。这个就是要注意，很多化合物的话，所测样品溶液的酸碱性对它的吸收是有影响的。那么还有一些化学反应，在以前仪器分析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主要是靠一些化学反应，像生物碱这类的化合物哈。经常它有很多化合物，就是跟一些试剂，它可以生成特殊的颜色或者沉淀或者结晶，可以用来作为一个预示筛查。像生物碱的话它很多，你比如说这是阿托品，阿托品的话它这个是生成的一个结晶，它这些都是有颜色跟一些试剂，甲醛硫酸啊什么跟一些这些试剂可以生成一些颜色。那相对来讲的话，现在有仪器分析了，如果目的比较明确的话，我们就用不着做这个。但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试一下，意思原来有一个那个，他们做那个也是在游医那儿买的什么中药治疗风湿痛的，他开始以为说的是那个骨痛明胶囊，实际上他真正毒死的不是那个骨痛明胶囊。他们拿骨痛凝胶囊，说这个症状很明显就是马钱子中毒，但是怎么做就从他那个胶囊里头做不出来。药检所说里头有士地明马钱子，但是我们怎么做都做不出来。我一直在问的，我说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他们开始就说没有了，就这个了。最后的话我说肯定了里头没有，最初的话他拿来的胃内容和血很少啊，就先没敢动的那个。一般来讲做检验的这个顺序是什么？先以后难，
先减后繁，先从剪裁多的开始做，对吧？你一路生那个剪裁是不可取的，他那个胶囊呢一大瓶子完了你还去找他要，他那个尸体上取下来的血只有那么一毫升或者微量就那一点，你要是用掉了没做出个结果，你可能让他再死一遍，是的。所以说首先先从简单的做起，开始没动的那个，结果后头发现哎胶囊没有，最后还是要，但是你毕竟他血他那个还是要做，结果一做他血和那个什么微量里头有，啊确实有这个士兵营马前之检，那哪来的？然后就问他们，他们才说的嘛，还有两包，就是这个由于给他出了开这个胶囊以外还有两包粉末，他们后来把那个粉末拿来吃掉了，包括他吃掉，因为他纸包的嘛，还剩很衡量的一点哈，另外还有一包没有吃的嘛，拿起来，那医生就说这个是天竺粉，还有一个是天麻粉，对吧？天竺粉没见过，但是从一查性状是粉色的，对吧？那么你看哦，那个有一个有点像扎实粉色，另外一个是天麻粉。天麻好像也没什么毒哈，补药的嘛。然后看看那个粉呢，从肉眼来看的话，确实你不排除它是天麻粉，反正天麻就是那个褐色的磨成粉，硬的就那样。但是你也不能排除什么马钱脂粉，马钱脂原磨成粉也那样。所以说那么到底是不是，是直接就把那个，我们看了它四定名有什么，它跟这个凡酸氨硫酸，你在硫酸里头加一滴，加一点凡酸氨，生成什么蓝紫色啊，红色，对吧？和重要酸钾硫酸生成蓝紫色，取一点粉，加一滴试剂看，就看出来。再一个，我们可以用什么形态？把那个粉放在显微镜底下一看，我前面有说过那个马钱脂，它那个种子表皮有什么？毛毛，它的那个毛很有特点，而且是那种木化了的，你拿到显微镜底下一看，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那个断了的那个毛毛，因为它木化了的话的话，我们看显微镜的时候也可以什么加降本生物试剂以后，它那个像实细胞那个细胞壁那些它就会什么变成粉色，实际上很简单，那边液气质那个仪器还没做呢，基本上就可以判断这个粉不是天麻粉，肯定是马钱脂粉，然后你再做那个仪器分析确认它。这个免疫法的话主要是针对一些比如说像可能强心脏这一类的，它可能有一些会有一些实际。那么前面我们主要是预示和筛查，你最终还是要对它的这个化学成分进行鉴别和确认。确认的话，鉴别主要是通过摄谱法和摄制联用。摄谱法，常用的摄谱法有几种：薄程摄谱、气相摄谱、高效液相摄谱。这个薄程摄谱法哈是比较早的一种摄谱法，相对比起来的话，它的灵敏度和分离能力都有限，啊，主要是以前是用在体外检材，你比如说中药啊鉴定有很多是用这个薄程法。那么如果针对体内检材，我们说它有些毒性是很大的，所以你要真正用薄程来做的话，很难达得到这个检测灵敏度的。气象摄谱，这是薄程，可以看得出来哈。生物碱啊，薄程啊，今天加的是为什么？你看这些生物碱，从这展开剂主要是有机溶剂，但是大家发现一个什么惯性没有？做这些，除了有机溶剂以外，好像都加了点碱进去，是吧？氨水压二乙胺的，为什么要加它？因为
在这个做薄城的时候，最常用的这个吸附剂是什么？是硅胶。硅胶里面硅醇基的话，相对来讲什么？偏碱酸性。而这个硅醇基，这些都生物碱，这纯跟这碱遇上了怎么样？而两个吸附很强，对吧？吸附强了的话，它在做薄城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我们薄城就是点点子哈，一般来讲溶剂跟着它就跟着走，大家是比较均匀的在走，可能走了就显色以后哈，它是一个一个比较圆的一个斑点，正常情况下。但是由于这个吸附剂跟这个我们要测的东西，它之间的相互作用比较强，这时候就会导致什么脱尾，这斑点长马掉线的拖很长。那么一般来讲，加这些碱进去的话，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这个脱尾啊。它一般先饱和，那我先让这些碱先把这些硅醇基位置先给占了啊，就免得它过于强吸附。同样的，这个是做马岛磷酸做酸的时候，它又加一些酸，它都是为了改善它的这个形状。那气象社会法相对薄城来讲，它的灵敏度就要高得多，分离能力的话要强得多。我们薄城的话，那板子长的也就这么长，20公分不得了了，对吧？但是我们那天说了，气象社会长的怎么样？一般多长啊？一般都有几十米了，30米啊，你要想再长也可以，100米、50米。相对来讲的话，它的分离能力较强得多，就跟你跑50米跟跑3000米、跑马拉松的概念一样啊，怎么也能把银斑给分开了？这些同学是不是？你跑50米，银斑肯定分不开。但是的话，气象社谱的话，虽然说灵敏度分离能力高，但是对一些大分子的极性大的，前面我们刚才讲的嘛，像这些什么强心苷，乌头碱，相对来讲的话，直接用气象社谱能不能用？实际上是不合适的啊，不合适。包括这个什么，河豚毒素啊这些的。那高效液相社谱的话，哈，也有比较高的分离能力哈、和这个灵敏度。对这些含有吸收啊，或者是现在还有一种检测器，发光检测器，它没有吸收的话也可以用啊。相对来讲，它就不要求这个东西可以气化，特别是一些大分子的像化合物它就可以用。毛细管电泳主要是针对这种有酸碱性的更容易做一些，相对来讲现在用的不是很多。这是这个固相萃型液相测400和马千子碱的，前面那老师有介绍过固相萃取分离毒物的原理吧？有没有介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过程哈，这个取血加水稀释磷酸酸化上清液过，这个萃取柱最常用的柱子是一般像碳十八这种的，这个柱子的话哈，就是一般的碳十八，另外加了什么？加了一些其他的，相当于离子交换一样的，比如说，这个阳离子柱里头加了一般磺酸，还有磺酸基的哈，然后用稀盐酸和甲醇冲洗，酸性中性杂质，再用含氨水10%的甲醇把它洗下来。那这个过程看得懂不？这是个阳离子柱，上面哈杂交的相当于哈，上面还有阳离子，比如还有磺酸基，磺酸基本身就是什么阴离子，对吧？相当于酸根一样的。那前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生物碱先把它酸化了，酸化了这个时候生物碱就成什么了？
是不是带阳离子了？对吧？那阳离子跟它阴离子是不是更容易怎么样？更容易结合，是吧？那所以它这个你把这个液体通过这个柱子的时候，这个生命碱就很强烈跟这个柱子上面结合到一起了。然后这一步加酸加甲醇，实际上我来冲这个柱子是把什么？把杂质先都洗掉。洗掉了它在柱子上我是没办法撤的，杂质洗掉了以后再怎么样，再把它给释放下来哈，洗脱下来。所以这个时候要加氨水来把它替代了。哎，好，另外的碱甲醇是要把它洗下来浓缩，就可以用液相液质用气相用什么都可以来做了。这是个液相柱，那么可以看得出流用相也是加了一些氨水来调节 pH。 好，往往这种带酸碱性的在流动相里头都加了有酸碱哈。这是可以看到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图？这三张图往这一摆，这是色谱图，横着标是什么？这一个一个缝代表什么？横着标时间，对吧？实际上这个图从这进量，随着时间一步一步从这地方开始怎么样，有物质流出来了，到检测器了，可能是溶剂，最前面一般来讲是溶剂缝啊，往前面，然后再前面这些是什么？极性比较大的化合物，因为一般的反向液相色谱的流动相是什么？水加甲醇，极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极性的化合物应该是什么？先出来，对，更容易出来。而柱子是非极性的，所以说弱极性的化合物在后面出来。这个出来了，杂质都出来了，这个地方出来一个，啊，一个是释必宁。一个是马前子，它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光从这个的话哈，就相当于只是保留时间，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它，再验证一下它的身份是不是。因为我们检测器用的是 DAB 检测器，正面二极管检测器，可以看到什么，就相当于在这儿通过的时候我们测了它的紫外光谱，所以说你再点这个风可以看到它的紫外光谱啊，一个是释必宁的紫外光谱，一个是马前子的紫外光谱，就相当于进一步再来确认一下啊，就比你单独只凭那个保留时间更可靠一些。哎，那你说老师，那边如果说这个样品，假如说我现在点了一下这个风哈，它的吸收光谱跟对照品是一样的，但保留时间好像跟对照品的对不上，那它俩是不是一个东西呢？或者是保留时间对不上，光谱对不上，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啊？你就要考虑你情况。你比如说曾经有一篇文章做这个乌头碱，他做了这个什么高效回程以后，哎，结果他得出一个结论来，他说的是这个乌头碱中毒的碱材成分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受提取过程影响，每次他那个色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保留时间呢不一样，它紫外光谱都是一样的，所以跟紫外光谱一样我们就可以确定是它，能不能行？乌头碱，这乌头碱它的吸收光谱233、275，它的吸收来源于哪里？主要这一部分虽然很大是个饱和的，主要来源哪里？这个苯甲酰基。
全的无头茧，结构的无头茧，它很多都有这个本雅心肌，它可能其他结构不一样，这是一个导致我们为什么吸收相同保留时间跟我对照品对不上的一个原因，对不对？我用无头茧对的嘛，我对的是另外一种无头生物茧，这是一种，那就对了噻。你说杨老师，那他就说对了嘛，只要吸收对上就行了，能不能行？因为它是来源于这个本甲吸收机，你比如说它无头茧水解掉下来本甲酸，它一样是最大吸收波长273/273，也可能测的就是个本甲酸，但是那也行啊，你说不水解产物吗？但是我也可能还有是其他的化合物，比如说苯甲酸康宁，它这一块是没有什么吸收的，但是这一点也是什么苯甲酰基，所以它的吸收还是跟它长得差不多，所以说你不能单凭紫外光谱一样保留时间被你就确认它是，那翻过来那你说那保留时间跟紫外光谱不一样，我是不是就否定它呢？立即就否定它呢？说了天然毒物，还有毒物分析的检材很复杂，每一个案子每一个检材它的成分都不一样的，你这是在这个案子里头这个检材里头我没有干扰，不等于下一个在这个事件它没有干扰，如果说刚好我在这个地方它怎么样，它这个风它不是一个东西没分开，它是两个成分，两个都有吸收，保留时间倒是相同的，两个化合物的吸收叠加了，对不对？你要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我们可以怎么办，改变条件让保留时间延长，或者是换一个完全的跑100米改成游泳100米，把流动项性质换了，或者是拉长时间把100米改成跑1000米，是不是它就有可能拉开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它保留时间还是对得上的，但把有干扰的那个杂质排除掉了，它指纹跟虎视不就一样了，如果条件都变了它还是对不上，那就不是它了，对不对？所以要考虑这些。那么在这个社会应用中的话，就是说做天然毒物的话要注意，因为它成分很复杂，经常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风哈，这个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哈，避免漏检或者是误检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它的这个光谱啊这些可能的变化，保留时间可能改变的。那从这个来看，天然毒物的话，因为毕竟色谱是这样一个问题，是会它的定性上还是能稍差一些，所以说做天然毒物能更好的话是要确认，最好用色质联用，因为质谱的定性能力更强，一种用气质，一种用液质。在天然毒物里头，因为有些比如说那浪蓝类的呀，这个领舵类的呀，斑毛这些我们可以用气质，但是一些分子很大的极性很大的哈，用气质就不方便，我们可以用这个液质更有优势，像这个强心肝啊、无头茧啊、什么这个河豚毒素啊哈，这一类的哈，我们用这个液质的话可以更好的解决。那么这是一个液质做无头茧，液质做无头茧它优势在哪？第一，首先我们看它可不需要像什么气质，不需要有复杂的盐中化的过程。第二个，可以同时检测无头茧及其代谢产物，包括无头胺。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它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用 DAD 做检测器，它
那如果无头茧求解了，那个本甲上也牺牲那头是不是就掉了？剩下那一头没牺牲，你不就看不着了？但是如果说用叶子的话，它无头按，因为它是质量检测器，它那个分子在那儿，只要有质量的，它就可以都可以检测。而且的话哈，我们刚刚说了，因为它的性质差别比较大，天毒有很多，你不好一个条件下来进行监测筛查，我也有那么多的标准品。在用叶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选择离子，我针对它这个不同的这些无头生物碱，它是不是都有一个分子量呢？我以它的分子量啊，这个质量作为监测离子，我首先的话输进去监测这些，先看看有没有的，有没有这个碎片，有没有这个分子量这么大的这碎片，对不对？可以作为来一个监测筛查。它如果说连这个碎片都没有，那我就排除这个了。如果有的话，再来进行对比。你比如说这个像是就是无头碱，它的分子离子峰是646哈，这苯甲酰无头碱是604，这个时候无头胺是500，我可以选这些离子先来监测，看看它有没有。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说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每次做的时候哈，我就不一定都要拿椅子对照瓶在那儿对，因为确实天然毒的标准品是很难找的。首先我可以先监测一下这些碎片有没有离子，它没有的话就可以排除，有的话再具体再来对它的保留时间啊这些一样。那么天然毒物的话呢，就是大概介绍这么多，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什么的话，就它跟其他几类毒物特点上的一些差别哈，要了解一些常见的一些天然毒物它的来源啊、功效啊、它一些性质啊，了解天然毒物的一些特点，常用的一些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它不同原理的方法用在不同的地方，它的优缺点是什么哈，实用一些什么场合，实用哪些毒物，它结果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就是要求主要大家是了解这些。你要说这个方法具体怎么操作，因为你们是法医，这个不是你具体要求的啊。学姐，下一节课的话，明天我们是做实验，是做这个尿里巴比妥的这个检验。那个实验通过实验主要是要教大家了解什么萃取、反萃取，还有用高效来检测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过程，大家可以先预习一下。好，今天下课。